今日我嚟到秀茂坪嘅呢间中学，听讲佢哋嘅篮球队同埋手球队都喺学界有唔错嘅成绩噶。尤其是系手球队啊，一直都有学生被选拔成为香港代表队。咁究竟佢哋嘅体育课程系有啲咩出色之处，可以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嘅运动健将呢？ 阿Sir，宇Sir，咁我見咧，你哋學校其實喺學界方面咧，嗰個體育嘅成績都幾標炳。兩位應該喺教體育上都有啲嘅心得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喎。其實咧，我哋係屬於秀茂坪區啦，係一啲屋村嘅學校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啲小朋友咧都社經地位比較低啦，咁同埋佢哋都係自信心又唔係好夠啦。我哋有見及此咧，就諗緊點樣可以令到呢班小朋友去即係捉住佢個心啦。 咁可能源於佢小學嘅時候咧，就喺學業方面啦，已經好挫敗。咁變咗嚟到中學嘅時候，佢已經冇乜心機讀書，即使打波咧，佢都係硬係覺得爭個人哋一啲嘅。咁但係我哋就要不斷說服佢哋，其實可以透過自己嘅努力去改變一切嘅。哇！就係個獎杯櫃啦。係啊，其實我哋都參加幾多比賽㗎。咁啊，除咗普通嘅。宇Sir喺學生時代就已經鍾情於手球運動，11年前嚟到學校任教嘅時候就立即成立咗手球隊，仲喺短短3年間就帶領球隊晉升去到學界第一組別嘅位置添，喺學界一直成績彪炳㗎。究竟宇Sir係點樣可以喺強手林立嘅學界突圍而出嘅呢？ 人哋可能小學已經打緊啦，又或者佢嘅身材比較高大嘅，咁我哋要靠咩呢？我哋就靠平時去。 勤力多啲，人哋練兩日，我哋練4日，人哋跑10分鐘，我哋就要跑30分鐘，俾到個成績佢哋睇，原來係真係得嘅喎，係贏到嘅喎，變咗咧佢嗰個動力同埋嗰個興趣又大咗啦。我只係一個輔助嘅性質，能夠真係燃點佢自己心裏面嗰團火，或者嗰個興趣咧，令到佢自我去追求，呢個先係最重要。 吴坤林系手球队嘅主将，由中一嗰阵完全冇接触过手球，到依家成为香港手球精英训练队嘅一员，有机会代表香港出外比赛。咁佢又点睇自己呢6年嚟嘅改变呢？身形上就一定有嘅，因为我中一都系身形比较矮小啦，同埋比较肥胖嘅。 除此之外咧，就係無論係我性格啊，或者其他方面都令我成長到唔少。即係以前屋企人話哦，唔好打啦，讀好啲書啊，到你入咗港隊之後，係咪都有啲唔同到咧？第一，我會同自己講，我係香港隊，無論喺打波方面定學業方面，我都唔可以甩，因為屋企人都唔係咁支持我打手球。如果我因為手球而 令到學業差咗嘅話，我相信佢哋唔會俾我接觸手球，所以我花更加多嘅功夫喺學業度，令到我學業啊或者手球都有好大嘅進步。今年因為疫情嘅關係，好多學界嘅比賽都需要無限期押後，甚至係取消。好彩我趕得切，之前咧就睇咗幾場呢間學校嘅學界比賽，一齊去睇下佢哋籃球隊同埋手球隊喺比賽場上面嘅表現啊！ 身穿粉红色波衫嘅青松手球队，今日嘅对手系景岭书院。喺宇Sir嘅临场指挥之下，实力占优嘅青松分数上一直都领先噶，但系始终都冇办法拉开比数。
最终虽然顺利赢波，但系宇 Sir 似乎就唔系好满意球员今日嘅表现。喺我心中真系冇咩人达标，呢个系我哋应有态度咩？我成日讲咩啊？我哋练得比人多，我哋喺球场上 show 出嚟俾人睇，就系我呢份嗰份坚持啊，我哋嗰个决心啊。比较唔欣赏今日就系球员嘅态度啦，佢哋可能觉得个比分一开头已经拉开咗，就变咗冇咁着紧，唔系全力啦，我哋睇得出。咁呢个都系我哋喺练习嘅时候好强调一定要做好嘅嘢嚟嘅，即系佢哋由细到大我都成日强调噶啦，成立手球队嘅目的咧，唔系为咗赢啲咩嘢奖咁样，系希望佢哋入嚟中学嘅时候咧，已经系有啲嘅不足或者输在起跑线，咁希望佢哋能够透过体育运动不断嘅锻炼咧，系可以攞翻个自信，揾到佢哋一啲嘅存在价值。咁從而將呢一啲嘅自信成功經驗咧，係帶翻去生活喺讀書，咁令到佢哋喺學校嘅生活係可以得到一個全人嘅發展。馬 Sir 係青松籃球隊嘅負責老師，佢原來都係呢間學校嘅舊生嚟噶。畢業之後好快就翻嚟母校任教，佢嘅身份既係老師又係師兄。带住呢份感情，同球队一起在学界打拼啊！佢哋应该会觉得我好扯嘅老师咯，即系都系好紧张大师咯，系啊，咁同埋都辛苦啊，跟我，因为我对自己有要求，对佢哋都有要求，咁所以变咗可能有好多嘢都会要求佢哋做好啲咯，争少少都系唔得嘅。入籃球隊之前，我份人係比較懶散，唔係幾咁負責任。依家會比較對籃球好上心嘅，會對學業都係一樣。馬 Sir 不論喺場外啊定係場內都指點我嘅，我唔想辜負佢啊，所以就開始落力咯。比賽 D 二嘅決賽啦，就係由青松中學咧對住地利亞協和嘅。嚟到呢個收等場館，就係咧所有球員嘅籃球聖地啊！哇，青松籃球隊咧付出咗咁多時間同埋汗水，我當然要嚟同佢哋打下氣啦！加油啊，青松！今日身穿白色波衫的青松篮球队和地利亚协和实力相近，双方互有攻守，成场比赛的比数一直咬得很紧啊！但可惜的是，青松球员压力太大，表现未如理想。你有冇决心噶打波？尤其是最关键的罚球就只有十射一中，加上对手发挥出水准，最终青松以四分之微落败啊！因為很多人嚟看我哋比賽啊嘛，同埋都有很多支持我哋嘅，我係幾驚其實會辜負佢哋咯。成日都教你哋噶啦，打波做人態度係最重要啊嘛，你態度又唔積極啊，落到場畏首畏尾，呢個咪就係你嘅態度限制咗自己嘅能力咯。你落到個心態已經令到今場比賽出現呢一個結果。我哋開季有主力嚟咗開咗，到大家心散曬啦，覺得今年係輸緊嘅。到而家你逐場逐場打翻上嚟，其實我好欣賞大家。即係其實今日就算你攞冠軍亞軍咧，我都好開心，因為我覺得你哋好勤力，真係好勤力，我係見到你哋進步。是很可惜的，但是你的比賽不是只有今天，你做人都是，即是你每一次來練習做任何事，你不是只付出100，你是付出200，你有態度，你可以做，你堅持，你們一定會成功的。第時他
係著緊我哋成長咯。其實佢覺得贏輸可能未必咁睇好，但係佢注重我哋成長方面咯。即係我哋係有喺佢身上係學到嘢嘅，而唔係一事無成咁樣咯。有陣時候我會同佢講，我話唔係浪費我的時間咯，係浪費緊你嘅時間，因為你嘅青春投放喺球隊，你應該喺個球隊裏邊有啲得著。即係我哋一個教育工作者，我哋透過運動想教育你，咁我哋必然會去做嘅。但係調翻轉就係你嚟到嘅時候，我唔想浪費咗你嘅時間，所以就都好希望佢哋有好自律嘅精神，就係成日都會諗啊，究竟點樣可以做好啲。睇咗幾場學界比賽之後咧，我印象最深刻就係兩位阿 Sir 嘅全程投入啊，同埋我發現佢哋咧對於比賽嘅輸贏並唔係最著緊嘅，反而佢哋咧最重視就係咧不論勝負都希望同學仔可以喺從中有所得著，呢樣應該就係兩位阿 Sir 最想達到嘅目標啦。你知唔知道運動嘅神級補品係咩呢？冇錯，就係、是、香蕉啊！香蕉有大量嘅碳水化合物，佢可以轉換成葡萄糖。如果你做運動嘅時候，會消耗大量嘅葡萄糖。如果你想提升你嘅運動表現，記住把握喺運動同比賽之前食香蕉啊！好多人喺做完運動之後都唔敢食嘢，因為怕肥。其實大家只要把握運動後嘅黃金30分鐘，食啱嘅食物，例如番薯、燕麥、糙米，唔單止可以幫助我哋身體修復、增生肌肉，而且仲唔會肥添。講起學界比賽，我就做觀眾比較多嘅，因為中學嘅時候我發育得比較遲，個人咧比較細粒又瘦啦，冇乜力噶。所以上體育堂的時候，我就覺得純粹是一個走出班房唞下氣的機會，做起運動我就不算好投入了。不過呢間學校的馬 Sir 和宇 Sir 就想到方法，就是引入一些新興運動去到豐富他們的體育堂，令到不同的學生就算有不同的能力和專長都好，都可以引起到他們的學習興趣，做到體育普及化。其實旋風球咧係好簡單嘅新興運動啦，咁啊應該咁講，易學難精啦。要求學生做嘅嘢咧，其實好簡單，就只係將個波咧係輕鬆咁樣傳出去。咁傳出去嘅時候咧，唔好太過用死力。咁其實咧，用前臂同手腕嘅力咧就已經足夠噶啦。咁至於接啊傳嗰啲咧，其實冇太特別要求佢哋嘅，都係想俾佢一個初次嘅體驗。其實目的咧都係希望佢哋去投入課堂啦，玩得開心啦。好似一啲傳統嘅運動啊，手球、籃球啊、足球呢啲，一年班到六年班都係參與緊嘅，都係身體嘅訓練嚟嘅啫嘛。咁但係其實點解唔可以引進一啲新嘅得意啲嘅運動，令到學生有新鮮感呢？都幾好玩嘅啫。馬 Sir 同我講，佢喺公餘時間會不停出外進修，同埋上網做資料搜集，繼續揾下其他國家有冇合適嘅運動項目可以帶翻嚟學校俾同學試下。其實我都係喺網路去搜尋啦，睇下佢哋啲國家一啲運動片咯。通常都係睇嗰啲學校嘅體育課咧，就會見到一啲唔同嘅嘢噶。其實咩係新興運動呢？其實新興運動咧就唔係話真係好新嘅運動嚟嘅，只不過係其他國家嘅地方佢哋一啲運動嘅文化或者佢哋一啲運動嘅項目，咁其實香港未有喎，咁所以我哋就引入嚟香港就去做呢個運動咯。太近啦。哇，馬
Sir， 我見到咧呢啲嘅新興運動，我真係完全冇接觸過，可唔可以同我介紹一下？呢個咧就係躲避盤啦，你可以攞佢，其實用個海綿去製作嘅。好輕喎。係啊，咁其實男女都啱玩嘅，因為咧誒冇咁痛啊嘛，掉個身。係啊，咁同埋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成功去掟到。同閃避球係咪有啲似㗎？玩法係類近嘅。即係變咗啲女仔通常玩閃避球咧係炮灰嚟㗎嘛，係啊，咁但係變咗呢個唔係啊，其實呢個佢都可以嘗試去掉人。呢個我就有啲奇怪。其實咧呢一個亦都係一個新興運動嚟嘅，開頭玩嘅玩法就好簡單，就係可能射標靶，入咗學校之後咧，我哋綁翻學 war game 咁樣。可能我哋要搶軍旗，可能我哋要保護一個人物由 A 點去到 B 點，咁就等啲同學上堂嘅時候要多啲思考，因為都其實體育都可以有個思考嘅空間噶嘛。係，其實你頭先講嗰啲 mission 真係好似打機咁。係啊，通常咧隻手咧個。估唔到馬 Sir 引入咗咁多款唔同嘅新興運動翻嚟學校，各有唔同嘅玩法同特色，我都好有興趣想試一下。唔知邊一款最啱我呢啲又瘦又細粒嘅女仔玩呢？我想任何新興運動都啱嚟嘅，因為咧我哋引入新興運動嘅原因咧，就係講緊嗰個差異啊，男女嘅差異啦，或者強弱嘅差異咧，係縮細咗嘅。不過我覺得呢個佢就係芬蘭木棋啦，上邊呢啲數字咧就係分嚟嘅。咁但係真係玩嘅時候咧，如果你打中一支咧，就計上邊嘅分，但係你同時間打咗兩支啦，咁啊得兩分嘅啫喎，就好快爆波，因為其實個遊戲五十分。就贏啦！一定要準確地五十分。係啊，多一分就會變翻廿五分再嚟。講咗咁耐，就等我試玩下呢個技巧眼界又考智慧嘅芬蘭木棋先。哎呀！咁啊，零分喎！呢個亦都係一個身體操控嘅練習嚟㗎。你點樣控制力度啊，同個角度咧，都係好重要嘅。咁啊，再試多一次喎。哇！打中啦！有六個，咁有六分。哇，好準啊！哇，你而家有三十八分喎。係。你覺得點樣可以贏咧？只要咧，我即係一掉就掉中咗十二分，咁我就可以啱啱好攞五十分啦。Bingo。新興運動嘅原因就係無論男啦、女啦、咩年紀啊，其實佢都可以掌握到玩到，亦都可以揾到佢自己嘅亮點啊！哇！啱啱咧我就試玩完呢個芬蘭木棋啊，估唔到平時我咁少做運動咧，都可以咁快挑戰成功，好似發掘咗一項隱藏嘅天賦咁。相信咧其他同學仔同我一樣，都係咁中意玩啊！黎卓峰在中三嗰阵先第一次接触到躲避盘，就激发了他对呢项运动的潜能啊！他非常之积极参加校外的躲避盘联赛，希望可以进一步提升技巧和经验，目标就是要成功入选香港代表队。但是原来他都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过放弃运动的。我中一的时候都有打过两年篮球队的，因为我比较细粒和比较瘦小。嗰陣就係負責做飲水機守護神啦，咁就冇得落場嘅，永遠都咁慘嘅飲水機守護，即係點樣啊？就係長期坐冷板凳啦，即係你波衫都唔使換噶啦，負責遞水噶咋。所以我喺球場上可以發光發熱，可以成為主力幫大家攞分啦，係一個頗為重要嘅位置上邊幫大家贏到比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啊，好有成就感。我點解要引入新興運動？其實到足籃排教到而家要教嘅嘢㗎，但係正正就係可能有一啲小朋友佢唔受呢一套，或者喺呢一套裏邊佢發揮唔到，你有另外一啲模式去幫佢，咁咪就係因材施教啊嘛，咁唔可以固步自封用同一套嘢咯。馬 Sir 既要兼顧校內的日常工作，仲要花大量時間和精力去研究新興運動。他的動力原來是來自他對學生的一個承諾。
同啲同學講嘅，阿馬 Sir 每年咧都會學一個新嘅運動，我唔識嘅，我將佢帶翻嚟學校俾你。咁跟住我哋上堂又多一個項目。其實你不斷要進步咯，不斷要去 upgrade 自己咯，一個新教我覺得。當你學識咗一啲新嘢嘅時候，其實你個腦裏邊就會有啲新嘅諗法。咁當呢啲出現咗嘅時候，其實最後得益就係自己同埋個學生。之前我就留意到馬 Sir 成日都著住一件寫住青出於藍嘅 T 恤，我就諗應該係純粹玩食字啦，青松籃球隊咁解啊嘛。不過識得佢哋兩位阿 Sir 耐咗，就發現原來青出於藍真係佢哋嘅教育理念嚟㗎。佢哋貫徹始終，不斷去到發掘同學仔唔同嘅可能性。相信呢間學校嘅同學都一定感受到兩位阿 Sir 對佢哋嘅信任同埋對於生命嘅熱誠，仲會將佢傳承落去。運動是我的信仰，更加是我的原動力，它令到我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人。運動是我生活中不可以缺少的一部分，它帶給我成長，帶給我一班好好的隊友和教練。運動給了我一個歸屬感，也是我一個抒發壓力的一種方法。馬 Sir 帶了這麼多新興運動回來，又怎可以沒有新興運動的校隊呢？我最想就是希望學校成立一隊躲避盤校隊，那我畢業之後回來就可以做教練了。因為我今年都中六立畢業，今年疫情關係，很多的學界賽事都取消了，而現在我最希望的是快點復賽，不要在我手頭身下留任何的遺憾。畢業後可能大家的關係會淡了，少了聯繫，希望我們可以以這個籃球保持這個關係，日後約出來打球，不要不理啊。